这个疫情给我收获吗？我是内定冠军，就我们两个人知道是吧？嗯。哎呀 ，OK。哦。就我一个人知道。后来，我们在吃晚饭和接到找鸡蛋的环节中，如果我让赫尔喊中了我们其中一人的名字，那个人就要被扣十分。如果他叫了你的名字两次，扣二十分；叫十次，那我就这不是扣死。什么好听的嘛？游戏就是游戏，我要完美的取胜。在成都，然后因为重庆下雨，然后我们就迫降在了这里。然后本来我们想说，要不然就买高铁回去，但是发现没有票了。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敌人家族。好，我先来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若文。大家好，我叫宋亚轩。大家好，我叫陈启达。大家好，我叫马佳琪。大家好，我叫丁程鑫。大家好，我叫张真源。大家好，我是宋文佳。陶子毅。贺俊霖。大家好，我是陈启达。好，欢迎来到星期五练习生之春游记。但今天因为太冷了，而且还在飘雨，所以说就变成了冬游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射箭，射箭，呜、哦，看了吧，来吧，来吧，来吧。我们一号射箭选手丁程鑫上场，看他的，02年，好，上箭了，上箭了，往后一点，好点，他手里了。如果你觉得这把弓不好用，用这把吧。我有点怕，还开弓了。继续继续拉，再拉一点。我有点怕，差点啊，差一点，有希望，太棒了，太棒了！不要，我这个只是试一下，我试一下这个高度。嗯，对，第二发。我刚才只是在算它的风的速度，我现在已经算出它的风的速度了，每小时8000米，60千米。好的，继续。三中一，十分，最后一颗，老弟能否继续射呢？爱心之箭，换一个，爱心之箭。老弟，最后一箭偏偏破马了，射不到的，射不到，上一把现在，哇，爆了吗？没有，射飞了，好，老弟10分。老弟10分，记一下。报了吗？报了一个。第二个宋佳。第二个是谁？宋文佳，来来来。宋文佳。哎，老弟，你站到后面了。宋文佳射了，大家。我们的神射手。用力啊！多拉一点。我感觉有点吓人。听说过鹰眼吗？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相信奇迹。狼。哎，你往后站。我还没开始记得。对，三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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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十分！哎，最后一根箭，射不出去。加油！三。哎，你这个你这么有点力吗，文佳？十分送文佳，把那个吧，下一个，下一个，小马哥，小马哥，哇，这个很高，这个比你哇，我是这高一百斤。我可以两把剑换着用吗？莫名疼。我可以两把剑换着用吗？人在家中坐，锅前天下午不留人。下面三四排的，你看哇，这个哇。爆了吗？爆了一个！哇，小马哥，我应该让小马哥帮我射箭的。小马哥射箭准了。哎，有没有这个？
射了箭，所有报废不算。那我们 MC 这个特权太牛了。好，太牛了。好，第二个放。哦，又一个。我运气。这个运气。啊，没有没有机会了，大家小心，真的。第三个，好好小心小心，我们会往后退的。发现了。哦，三十分，八百分，有没有晋级这种说法呀？第四个，三爷，三爷，第四个，第四个，你要选择哪一把弓？这把弓也好拿。我就知道你这把比较符合你的气质，三爷。那等一下，那。然后这里有一个，这里 here， 来，前方，一发百中，三爷走，中了吗？嗯，我看不出来他是玩的。哇，那人在。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洪水宝？射那个黄色鬼。没中，没中。哇，豪子一下就要创下史上最强纪录，三支箭一支没中。加油加油，三二一走，我感觉要扫，扫要扫，扫一箭没中，一箭没中，一箭没中，虽然他拉得很帅，他拉到嘴这儿来了，恭喜高飞的称号拉弓最帅玩家，拉弓摆在下面，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其实像我们那种我高的小一点的，三二一，我走，我有点怕，一看就不中，姿势太棒了，太高了，你这个姿势太棒了，上皮，哇，怎么了？他手在抖，他刚好飘上去了，他上一次的时候那个气球刚好飘，你站远点，他手要抖，你看他，好样的。我就说，我们期待金元拿弓了，拿弓了，一元上三，走，我，哦，一元上，你刚才为什么不让小马哥帮你射呢？飘飘。是谁呀？我啊，西达。西达，西达，你要哪个？就是西达，不得。西达，西达，哎，西达。风吹，风吹西达，都也不怕。你往那边走。那西达。你要拿直，你手射不中。手往下一点，射。哇。哦，发，鼓掌。三，二，一，走。哎，等一下，别，你好声点，拉高了，你这个。OK。我有点汗，不好意思。加油，喜达，三，我相信你能。二，一，走。让一下，走。哎，不，可以，第三个，而且他手有点痛。我赌他这把打红，我觉得进不了，我赌他打红。根据我多年的炒股经验来说，我觉得他射飞出去。啊！你来这怎么射飞了？我再来一遍。哦，思俊要哪个？哪个好用啊？我觉得这个好用，那我用这个吧。让哎，西达，小心！哇，是他们的高手！哇！哎呀，十分！他这个眼镜自带。你们记一下自己的。他自瞄。这个射准的话，他真的是神人。你拉远一点，拉远一点。再拉远一点，这个是箭来助学打手有点痛。你放一把吧，这把好拉一点啊。你在逗我？下面，此箭乃
跪前打造近380吨震惊震惊哦震惊震惊哎，这个真的好辣，对，好辣很多。对啊，这个好辣一些。但是这个，所以说你要不是你用这吧，不要用。我肯定用这玩意儿。加油，思璇。不见得。走。十分，他跟我一样。十分，好吧。我也是。跳舞了。哎呀，好惨！哎呀，我怎么可能信心？下一个是谁？宋轩。不要拿，嗯，这把，这个这把吧。哦，我觉得不是我跟你吹。我可以把那一排，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被抢了，哟，没中，好酷啊！那些你眼睛，我跟你说，他刚射的时候眼睛很奇怪，就突然跟这件技术，你知道吧？都是输的，你知道吧？跟我一起的，他射我一下，我一起的，哇！你多难道你要加入三姐的队伍吗？不，你要直接一拉，然后就射，相信我。绝对盲射，现在就除了佳琪是满分，其他都是十分。我刚就是盲射射准那一颗，三，有可能闭着眼睛射。思源，三二一，走，发射！啊 ，nice， 哇，可以了，哎呀，零分可以了。哎，这个好差吗？零分，都是虚的，你们这些。Next one， 呼，你们这些准的好，都是虚的。Who is next？ 我站在你面前，不要加了，我只要他射我就赢。你还拿，然后他感谢那，没事，难拿。你那儿没进去，你把那个进攻是不是？哇，射不出去，小心。这钢铁人手里面，钢铁人手里面这把弓比较好。五个，你还是用这把吧，用这把，用这把。真的？这个游戏就是来故意针对我而设计的。好啊。来，三二一，走！破半张，破半张，哇，破半张，破半张！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个是的，我去的，那好，破半张，歪了。这一线可以吞。你要接往下一点，他这个线是这样的。剑是少。三二一，走着！钢铁飞龙来了！这样都中了，我的天哪！哎呀，要我是你那个，哎，你那个阵势有点大，你站过来一点。刘大师非常专业，技术，你看他穿的衣衫，这就是的。可以，能中。哇，不一样，是不是很棒？哦，对，哦，你看这个音乐。小马哥是全场唯一一个满分的，二十分吧，哪里有人是二十分？小马哥其实是个 bug。嗯。最后一件，二一走着。有了。哎呦！零分，射到马上。还有一件。来感受一下这。终于射到马上。哎，他等会儿一激动把这个剑拿走。这个弓都比他长，这弓都比他高。把你的食指拿下去。双剑锁死。三二一，走着。食指射要少。走。哎呀！我这里。Yes。好，现在本场最佳是小马，小马就32。今天射箭环节就这么愉啊，不对。射箭环节就这么愉快的结束啊！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下去了，啊！好累啊，我的天！让他用不了。哎哎，安全第一。小马哥。我不适合这个环境。Later. 拿着。我为什么会偏 ？2000 years later. 啊！我可以下去吗？我人生不会再玩第二次这个游戏。你骗子了！刚开始你就开始。哎，真的好厉害。继续啊！不是，这个是会偏。好玩。我一直都偏，我不知道为什么。差不多。来！哇！哈哈！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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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比我们快好多了。对啊。我感觉他们比我们至少快了一倍。他比我还慢，我觉得。别扶他，对呀、啊，这不扶他，不扶他。好，上来，给他踹回去。好，到了。你是不是放水了？他漏水了。你漏水了吗？你不是没力了吗？能快点吗？快点儿，女儿，真儿，快点儿。上。为什么？啊，刚真的差一点点。小蓝精灵。在山地那边。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名字叫宋阳雪。来，准备好了，开了，走，我自己能做，咋还有追的呢？辅助，他们有助追。
爷走了。想逃命。三爷，三爷让得到。哎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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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走，吃饭了，吃饭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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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拜拜，拜拜。吃饭去了，拜拜，你要玩？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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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要沉了。你沉了就沉了吧，你又坐着。我的泰坦尼克号沉了。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好起。走，华师着了。哇，胜利了！摇篮还没打、红军到达终点，还没打、我觉得他好慢呐、第一名是我的。怎么了？怎么了？好，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就结束了。我们的冠军是王子毅，冠军就是陈思旭。对，他是我们的桶王，这就是桶王。我们的最后一名就是刘亚文。哦，恭喜恭喜恭喜！这样的，就你这次不是因为延误，然后你耽误一个，就前面都没参加到的啊。然后咱们等会儿就是在找鸡蛋和那个吃晚饭的时候，就是贺峻霖他是今天的炸弹人，你只要引诱贺峻霖，你诱导他，就是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只要叫了一下，那个人今天的分数就会扣十分，他叫一次扣十分，叫两次扣二十分。好，找鸡蛋行动现在开始，走着。我这鸡蛋怎么找？哪儿啊？小鸡下个蛋呗。这哪会蛋呀？那是菜。哎，它不能往上面走。你们为什么往上面走呢？那吃什么吃？吃。没有鸡蛋呀。小鸡下个蛋呗。妈妈一样。你们上面有鸡蛋吗？有鸡蛋。你哪儿的？有没有要下蛋的鸡？演示我一下。下蛋的鸡呢？都不下蛋啊。小鸡。哎，我找到了，我是第一个。对，我在哪儿找到的？在哪儿？啊，小筐里面。小筐里。啊，筐里。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小丁儿，你在哪找到的？在这里面。小丁儿找到了，是找到了。这里面应该有。你把这个鸡，我跟你进去。哎，主要是找那个小桶里。多拿几个线，还是热？多拿几个线，好，多拿几个，好，一人拿两个，一人多拿三个，还是好多好多的，来来来。
我拿两个鱼，再多拿几个，不然他们这样太好找了。好我们一个人，哎，咱们一人拿两个就行了。一人拿，还有你还差，要不然一会儿他们都不够了。他们还有多少？还有一二三四五个，三人。他们还有两拨人呢，你们。那好好，就别让他们拿上去，就告诉他们上面还有很多。开始！哇，我的天哪，我不敢进去。咋不敢进去？哇，这个东西有点吓人。什么吓人？鸡？饿了吧？这个鸡窝里面。啊？他们真的进去了吗？真的是。哦，我看到了。去拿呀。不敢。去拿快。不。这个东西怎么进去吗？好重啊，这个东西。来，老大，你要不要出来一下？陈俊林。破了没有？拿了五个。找到几下了？有一个就行了。看一下。哎，全掉了。我的天！找几个呀？找几个？一个，有一个就行。这是你也要打？在骗我吧？这怎么可能有鸡蛋？我都是去找跟别人说。如果没有鸡蛋怎么办？如果没有鸡蛋怎么办？没有鸡蛋你就输了呀。无所谓。看今天比赛的 bug， 贺峻霖的状态很累。贺峻霖在进行找鸡蛋和吃晚饭这个环节的时候，只要贺峻霖嘴巴里面喊了别人的名字，比如说他喊了奥吉叫扣十分。然后他喊马斯叫扣十分，就你要引用贺峻霖去叫别人的名字，贺峻霖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知道吧？那他万一叫了我名字呢？你觉得扣十，他叫了十次，你叫扣一百，怎么办？哦，那我说什么人呢？我是普通人的上帝。哦，只有我知道的他是那个啥。你回去玩吧。啊，不是，你还有人知道他是啥呀？快点回去玩。好吓人啊！玩一个游戏吧。啊？我们玩一个游戏吧。不，真的是一个游戏。我们比谁嘴巴更灵敏。你连说十个你要玩。我们比谁说得快，行不行？输赢之后谁输了谁说。三局两胜，最后给我一次机会，三局两胜。如果我再输，我就你也没有打，我找到我就给你，行不行？你找到了我就给你。好，那你叫十胜，不要玩。三胜，那十二点多。贺峻霖，你要不叫一声我的名字吧？快！快点儿！划了拳，我们来划拳。你输了就叫一声我的名字。没蛋，快！哪儿来的蛋呢？哦，两个，给我一个人。
哎呀，我真的下不去手。如果我帮你拿，你就叫一声刘，刘文，两声嘛，两个鸡蛋我都给你，就两声。你先叫，我就绝对帮你拿。哥哥，别啄我啊！我就拿个你的蛋。尖叫！我怕你要跑，是不是讲信用的人？啊！呜！我呜！来了，贺经理，我找到了，哈哈，找到了，开始吗？啊，开始了，走，对面，哦对，我的摄影大哥在上面，天哪，你们能不能上来？跑不赢的，哎，你过来养呀。上来找啥你找啥你不管我来儿你就跟着找。Nice! 完了。四个了我姐了。要不要给他们留一下这里面有镜头吗还不是调来了但是不进去啊我看到里面很大一个。啊好。走吧我们回去吧。找到了就不找了。好啊，我找一下。找完了吗？找到了。三哥找到了。没有，我一个人找到了。找到了就下去吧。不走。俩就是我们俩的 battle 要开始了 ，Let's go， 走吧。这样怎么往那边走？都可以。你自己找自己的。你把蛋拿完了。真是的。都没有蛋。手里的蛋是下面这个吗 ？OK。要放在哪里啊？一个就行了，多了没用。没事，我们最后一组，我找几个。来，我要喊了，给点反应好吗？啊，不，三二一，我找到了。别的名字原叫高石，我忘了。那我们先。讲什么？你现在后悔吗？不后悔是吧？不后悔。你看他能做什么事情都不后悔的，大家要玩的开心嘛，是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大家都开心。你们以为我都不知道吗？其实你们都想做。我确实不知道。谁给他说的？
三点。我没说，我真三点，立马哭了起来。我真没说，就是，我真没说。谁知道呢？上去问的。我说了，我就把鸡蛋从这儿摔下去。谁过分了呢？没有，就没有。后面因为小贺把你们都识破了。来，我们来玩个游戏。来，我们来玩个游戏，就是剪刀石头布，就是看谁剪哪个。来来来来，剪刀就拍手的那个吗？对对对，你们的眼神都盯着我干嘛？我现在你玩不玩吧？不玩不玩吧？不玩不玩了。你这个人很没有群体，不，很没有群体意识。我给大家讲笑话吧，谁不要谁傻子。哈哈哈哈，好好笑！就你一个配合我的，你是啥？他这个你好帅哦！你真的好帅哦，思琪！说句话呗，你回答我呗，你这样弄得好尴尬。回答你，你回答。你好帅哦！你好帅哦！你好帅哦！咱俩的衣橱已经很明显了，跟思琪差别的啊！你好丑。这算吗？算。什么？你好丑。他回答了我。我也没有。小丁，你头上有东西。我就让他有东西。你觉得有东西？他干什么？一堆猫毛。你帮我吹一下，看有没有，看一下。没有。大家从头评论一下，就感觉今天就是怎么样吧？就感觉一下今天。好冷呐。耐不耐死？好冷呐。Nice nice, very nice, nice nice, nice nice, 牙圈 nice nice, nice nice, very nice, nice nice, 就一个嗯 nice nice, nice nice, 今天的月亮真圆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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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好了，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我们没有办法交流，耐不耐？我赢在江湖。快点回答，耐不耐？耐死妈呀！耐不耐死？一级棒。真棒！来，粉丝了。好，大家用个排斥法手。我掉了，我掉了，这个掉了。真的很丑，真的好丑，丑爆了，丑爆了，丑爆了。我的天哪，我还没见过这么丑的人。爸，掉了。你看我这个掉了。说我丑的人都丑，都丑，都丑，大家一起丑，好不好？你知道你今天很帅吗？真的是，我不知道呀。不，哎，你们谁的视力？看你谁的视力最好啊？就是我真的无聊问的。你能捂眼睛看到那边吗？我视力最好，捂眼睛。不用捂眼睛啊，你直接看啊，你直接看那边。看车牌。我眼睛今天有点不舒服，这样给你们说吧，我眼睛今天进沙子了。那就更应该捂着了呀。我帮你弄一下。我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我自己，我这眼睛可以自动消化。排出毒素，那没用，那你真的很 nice 哦，听到了吗？对吧？听到了吗？你眼睛没我大，我知道啊，我没你大，我眼睛没你大，没你，你眼睛有我大，我眼睛大呀，小，中等，中等。你有痘，你有什么痘痘吗？我有痘痘。哎，你肩上有一块东西，你人说不了。肩上不是脖子，肩上。你是不是不喜欢买衣服？这边。你是不是不喜欢买衣服？我不喜欢买衣服。对。他有一个不有我小吗？有。没有。比你大，比你小。这很不好。你刚刚有没有说吗？没说。真的没说吗？我有说。有说吗？有说吗？哎。有说啊。对，有没有说再想一遍？你猜到没有？你今天有没有打桌游？我没打桌游，是没是没有打，是没在山上啊？没有在山上叫没有？为什么要叫？好的，我有你，什么？什么？好的，你有吗？你让牧童是第一吗？牧童是，我是这个可以，我是啊。啊，特别棒啊！喜达已经透露了一切了，他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啊！啊！对呀，没有。输了呀！我输了呀！我俩。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为什么奥斯对我那么好，不然还帮我去问 WiFi 密码。为什么？因为我给他按摩了40分钟。碰到了，碰到他了。哎，他能。我射箭。不对。真的有射箭。此时汪公射大雕。九九幺。这是幺五六十。然后这个球吗？他自己握好你握他，你看嘛，我教你，你破解他就直接这样，看我跟老弟来抓紧，就直接下圈，那我给你下圈，试一下，就一次，好，那就三个指纹。那我是左撇子怎么办？还是要那个是左手工好，没办法的，只能要只能右手。就零分没关。双腿自然分开，膝盖缩折。哎呀，那么多规矩。不是松的，缩折，绷折。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好。屁股微抬。来不来呀？来不来？谢谢。哇！哇！不要玩。成绩是六分诞生啦！大家欢呼！好，散了吧。这什么在这里不许进来？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的。我三个油而已，有没有一丝仙风道骨的感觉？站哪呀？哎呦，没有，就我们站哪呀？你们就站了。我就是嘻哈 boy。我只是今天我要跟他合照。我很小马，司机，哥哥的，哥哥的。哥哥的，你有没有兴趣？你看，过来，鸡，鸡胸。哇！别走，你知道我们接下来干什么？挤羊奶，捡鸡蛋，采鸡窝。那你今天拿的不信，到时候我不想管你。哈哈哈！好你可以把这些照片发给我。哦，这只羊可能吃肉吧，这只羊不，它不是吃素的。蹲起，蹲起，快，我给你录个视频。这个牙齿又要挤羊奶啊，哇，这一在好恶心啊，不恶心，来来来，人和动物，人也是动物好吗？那小羊吗？啊，有点痛，他牙齿怼到我了。啊！是不是我该把它喝掉？干嘛？这是要给你吃给胖娃娃，给你养一养。还背着个胖娃娃，只是一只鸡。你怎么放地上呢？你给他拿着啊。
身上全是鱼吧？十个，一看就是他呀。有没有神奇的生命？看它小，一个颗粒一块多嘞，一块多，四舍五入两块多，快我们两块四舍五入，哎，是不是放一盆热水就可以孵一个蛋出来啊？真的好神奇哦，我觉得就很像那种，有可能要来那种天兵天将了。神仙天将都是白鱼啊，这个我问是神仙般的比方，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好神，是不是来要拦妖界的人了？可能要来抓我们了。哇，你看现在慢慢变白了，等它慢慢涂。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对啊，在这种。哇！哇，那边好像就是那种洞，那种。仙山。对，不是。哇，你看那边都是黑色的。哇。今天有谁在渡劫？不是，哎，对。哇，青蛇还是白蛇？哎，那个好像鸳鸯锅，一个辣锅，一个清汤锅。但是，一看清汤锅的就比较大。那你咋不说那个呢？那个应该是盘子，外环跟内环。买房子吗？给你一环。我要市中心都给你。我要市中心给你。我要这下面可行。那是卫生间。我要那个当卫生间，然后这些当可以，你可以买那个，还能跟你走那个。你看买匹马，马一成呗。这个就是那个火锅。哇，他那个伞为什么倒尾跑，多浪费钱。阳光都在这。讲马挺奇。哥看房子不？市中心，城市外环，多少钱？就是便宜一瓶，原价7800，但是挖掘机老乡，中国人挖掘机便宜点，78一瓶卖的，啊，不是那块，外环更便宜70块，然后买5瓶送到卫生间，只是那一款卫生间，对，可以走的吗？移动可以，但是你要买马是70块一斤肉，你骑马，我骑小马都可以，可以，我是霍比特人的里面的精灵王。我骑的是什么？我打你！我说什么？大家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哎呀，我不知道。好，这是我们的第二轮剑王之战。第二轮剑王之战，来吧来吧。好，这是剑王，剑呢？剑在这儿。剑呢？你去哪儿拿吧？去哪儿？心中有剑，自有剑。首先要帅，究竟是王不剑王？我要想想看，你应该是。我觉得中不了啊。你就直接吗？剑王。哇！差点。没中啊。哇！我觉得能中。哎，下一个，小马哥，小马哥，你只有10秒钟的时间啊？为什么？10、9、8、7、6、5，好，零分。那你先别晃，啊，等会儿一卡。能撞。双剑合一。哎呀，你往后点，你别拉。哇，哎，你过去点。哇！哦，运气！我真的瞄着本的，只是瞄着中间那个。他是剑王了。好，三爷，希望他能一雪前耻。怎么，我打好工作去上那边的剑吗？哎，可以。你可以选择冒出这个。你可以找我选。有雨、啊。也可以选择在。3、2、1，走着。爆！哇！但你要看这个，他是在拍这个。不算数了，不算了。
来哈。还啊，全景吗？不，哇，我们只算特写的，只算这边的，只算这边的。三二一，走着。中不了了。停住。没有。没有吗？没有。没有吗？没有。没有。没有吗？有没有？有。有没有？有。有没有？没有。没有。三二一，没有。那不是我们的功。哦，不是，我们是剑王之神吗？还有剑神吗？我觉得能中哎。三二一，走。啊，哎。下一个，啊，可以可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射的好平均啊，正好做的，哇，又要偏位，那边让开一点哦，很开，炫，我感觉还有点飘，没事儿，究竟是王，就拉远点。太棒了，好棒，就一开心的用，我赌不中，开盘开盘开盘，中和不中，一比五十啊，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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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套赢了的穿外套，我赌这件中，我赌这件，搓搓搓搓搓搓，要玩，绝地剑王，我一看他就要射飞。我说我可以你们说哪个颜色我就说哪个颜色，你信不信？来把那个蓝紫色的给我说吧，三二一走，红色，哇，爆了吗？没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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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早就爆了的，没爆。哎呀哎呀，剑王张元，剑王张轩元。